宋大哥，你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咱们真的该走了。宋大哥，你明明知道银儿的伤还没全好呢，你怎么老说走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你又骗我！我没骗你，宋大哥。 宋多哥，既然上天让我遇见你，既然你又让银儿的心中有了你，那这辈子你就别想从我身边走开。宋多哥，你能不能不走啊？你要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银儿，一个女孩子在外漂泊很不安全，我送你回家。不。 即便是漂泊，银儿也愿意与宋多哥长相厮守。银儿，你知道这不可能，我心里有善。就如同宋多哥所说，伯母求签，说你们两个不能在一起，你们又何必勉强呢？银儿，你不懂。 宋多，心里只有善儿一个人。宋多哥，你这么狠心呐？我一个姑娘家，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……灵儿，我送你回家，你家里人一定很忌讳你。 倘若宋多哥执意要送我走，银儿不要你送，我长着脚呢，能走。好，一路多小心，保重。哼，善儿，你真讨厌。宋多哥是我的，谁也别想抢走。